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有47个提问，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。第一部分，英国同修提的问题有两个问题。第一是佛法讲不二法门，那么阿弥陀佛与诸佛菩萨也是不是一啊？也是不是一，不是二？这个问题。最好你把华严经听圆满了，你就明白了。现在讲一讲二啊，都会把你讲糊涂了啊，你听不懂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凡夫的境界啊，至少华严经听完会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啊。这个华严经上常说的，我想同学们听的都还有会有印象的，啊，一解释多，多解释一，一多不二。这一句可以包括一切法，啊，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、一切众生，啊，跟你说一，啊，法性是一；跟你说不一，法相不一。啊，法相有十法界，一真庄严，怎么会是一呢？啊，但是后面跟你说性相不二，这就糊涂了。啊，前面你还可以点头，这一句话就搞糊涂了。哎，性相不二，啊，那么都是跟你讲真话了，事实真相啊。你要是真正明白了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佛了。明白就成佛了。